独立、自由、开放，然后呢，新时代的女性。拉一下，对，这边这个亚洲。嗨，大家好，我是阿金，欢迎收看 Juxy 接线的邪恶分子。今天特别来宾厉害了，今天让我们欢迎最美的反毒大师蒋强。反毒大师，掌声非常热烈。蒋强最近怎么样？有什么？没有啊，就反毒啊，努力的在宣导反毒啊这件事情。有受到什么委屈吗？受到委屈的时候呢，我就是用我的影片来自清我们台湾的媒体，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不要乱带风向，看到别人怎么样，然后就是硬着往别人的不好地方钻，但是也没有去给大家看到其他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公平也不好的事情。哦，对，听刚刚的强这样讲完，发现他今天状况需要一点东西来催化一下。你要裸身调酒之类的是吗？这个要求是脚本上没有写啊。对，我们准备一个小礼物给蒋强。什么小礼物？这太贴心了，超烂的，超级贴心的，各位朋友。这是什么妇女王？那三十好不好？干什么？这单位撰稿，梁家小姐，梁家小姐啊，哦，梁家，谢谢那个，就是这我的证明啊，我是一个优良的。好，我们非要不要多说啊，上酒了好不好？好，所以那我们的调酒部已经上完给息了。哦，那我欢迎就是我一个很会喝酒的朋友。然后他也是我的，就是团队里面的幕后主持人。我的那个这个反毒大使，他干的好事，好吗？好哟，好，那我们来欢迎郭律师。我们是阳春的团队。你们团队有几个人啊？我们团队就是加他跟我，还有一个客串的冬瓜，还有一个冬瓜。冬瓜。然后我们另外我帮我们剪片的是大学满十八岁，这团队总共四个，对，就四个人。然后冬瓜要来不来？对，还可以唱。他在背后说。欸、他们那是有团队啊！对啊，真的有团队。所以说，哎、欸，他们那背后感觉团队很厉害。说靠，哪来团队？哪来团队？说瞎话，就我们几个而已。對那我们非常比如说要直接介绍这些酒了，来先介绍这一支。哎、欸，蒋强应该略懂吧？我君度陈酒，我们的调酒部跟我们教了一个我们一个非常好喝的调酒。好喝怎么办？打人？不好喝怎么办？就把那桌子给翻了。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把那整个灯拿起来砸。冷静，冷静，我们现场冷静一点。好，调酒了，这比例就是很简单，君度陈一杯，然后蔓越莓给一杯 shot， 接下来就是这个气泡水两杯，调出来呢，Bravo，Bravo， 好喝。Bravo 是什么鬼东西啊？啊，你就说很好喝就好。没有啊，身为一个优质频道，应该要讲点荧幕才对。没关系，你们可以先聊天，没关系。不要看我调，我会紧张。我会紧张，对对对，我怕加太多。职业的，我八只啊，手正在抖。没有，你看错了，我八只啊，手正在抖。是蛮香的，是眼睛在抖。它好像有柚子的味道。你刚说柚子？中秋节来了。柑橘的味道，嗯，很香。练习太大口了吧？要谁啊？因为我练鼻子，很伤的。对，而且我们今天刚好，你要拉一下，对，这边这个亚洲，亚洲的感觉。那这个酒的名字叫什么呀？这个就叫 Bravo， 烦死了！救命啊！救命！调完这一杯非常梦幻的 Bravo 之后，我们放这边。那我们要进行一个游戏，就是因为我们邪恶分子嘛，我们就是来 PK 说对这些鞋款的行情价了解多少。第一双是我们各自最喜欢的鞋子，我们放在桌上。你这什么鬼东西啊？哇，像个壁虎一样。哇，很贴切。我先摸一下台子。好。嗯，这很明显是一双高跟鞋哦。不是刚刚鞋，是双靴子。哦，这是靴子。这是双靴子，它是哦，它是我在英国买的。你看它写英国。我刚价钱。不要看，不要价钱，不要看，不要价钱。但是是美金啊。啊，要喝了，要喝了，第一杯要喝了。我这一双啊，家乐福买的二九九买一送一。哎，这联名鞋啊，这个是跟 Vivian 嘛？对，你看到这个 logo 对不对？ Vivian 威斯伍跟亚瑟是联名的 ，Gio 买。好了，我的提示到这边，你要猜两次机会哦。因为 Vivian 也不知道很贵，八千吧？八千。真的假的？这我被联名鞋的话，那 OK， 我想再两千一万。你是炒的价钱？原价我们讲原价。好，所以八千一万，好，换我猜一个。你刚才就看到四十倍，六十，2800。对啊嘛，所以我们做标签。猜中了吗？我们要公布价钱了。我的呢，6600。啊，真的耶，你很厉害耶。厉害厉害，那这个嘞？对，就你刚才看到价钱了。蛮好喝的。我的鞋子真的，我没有买名牌鞋，但是我都买好看的，适合我自己的。他穿的其实蛮欧美的，可是其实都不会很贵。对。
这样子對對對也表示说个人的那个气质。哦，我跟你讲，就是很多人都会问啊，就是其实都是我这样问的。这就是我们那时候在英文的时候，我就说又是孩子，你知道我在国外就说你们要玩的话去国外玩，对吧？对，他们是合法的。玩了之后呢，哇，不得了，不得了，这个就是。状况来了，我已经看不见了，你知道，就是哇，现在哪里到？然后我要跟我的潜意识在拉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玩了，我可能都看不见了。我现在在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就是一直陷下去。他们已经回家了，然后我打电话说，哎，救我，因为我什么都看不到，因为我在路上问人家我在哪里。后来那女的跟我说，你怎么在讲害怕？你在害怕什么？我说，我在哪里啊？然后本来换他害怕，有没有？啊，你在伦敦啊？他一直问我说：“我裤子脏，我怕被人家强奸，你知道吗？毕竟我很美色，怎么有人要强奸你那么可怕？”第二双是最贵的鞋子，最贵鞋子我没有最贵鞋脏了，那我什么男双假装好了？你这看起来就很像要去，就是妓女要出户了，你觉得？好，不要猜价钱了，猜价钱，猜价钱。最贵的嘛？那你刚刚什么东西啊？你没讲啊？就 Nike 啊！哦，刚才讲没讲 ？Nike Air Max 197，我们材质上的吵架了。他这吵，如果吵架的话，基本上就大概一两万的了。对啊，这样那么贵哦？一万多，才一万。哇，五好，第一次，强强，帮你弄点行情啊！对，一万七，一万七，好，我猜你的六千五，高我点。当然低了，第一次谁买六千五鞋啊？哎、欸，我买六千五鞋啊！人家不知道高跟鞋的行情。那六千五，你拿去环游世界。六千五的世界，好低吧？五千，再低，再低。好，我们可以公布一两次了，各两次。这个大概就是其实大概五十美金左右就可以。五三十五，一万五。1500啦，1500。我你放轻松吧，来喝点酒，来，放松嘛，干嘛？哎，有了三万了，啊，有三万这么贵，所以这个我赢了吧？你一定要乱讲，真的，你可以去查一下。不好意思，不懂啊，没事啊，没事啊。我缴40号，别国家，对对，我觉得是人妖啊。对啊，东南亚、泰国啊。看我看很久，然后一堆人在，一堆男人在讨论，然后过来，那种泰国人，哇，鬼鬼girl，I'm a woman，OK。你讲到最贵的鞋子嘛，其实强一直强调就是女生的一个，还有爱自己。对，要我们就是对于女生部分，就是女生的这种现在的性自主啊，还有女性的自主权，我觉得我们非常非常的支持。然后你也不需要就是为任何男人或者不爱你的人而就是弯腰而委曲求全。我就希望就是每个女生可以活出自己的样子，然后你不需要依靠任何人可以过得更精彩。那单想完单身很久了吗？你干嘛想追我是不是？不想。然后我们邪恶分子的受众基本是男生，蛮适合的、啊，蔡姐。你就想说不行，他没有想要照顾我。没事没事吧？对啊，下面 OK 吧？啊。时度过了，时度过了啊！对对对，深夜时段成都。验货脱裤子。你结束怎么样？开玩笑。我刚问到哪里，整个慌掉啊！这个姑娘。怕个屁啊！他妈害羞个屁！他组成被压下去，他嘴巴都在抖，你知道吗？对对对，就是比较。对，他怎么不走？上次出现这个境况的时候是那个山上优雅来的时候，我也是这个，是 AV 女优，我整个也是。你怎么把我当 AV 女优？不是不是，就是微露一点给他看一下嘛。对，然后我大概只会讲点啊 ，score 那之类，我就这样对他讲这样子。好失礼哦，要办，老司机，老司机。这第三关是约会最常穿的鞋子，想准备这双鞋，这是袖套是吗？对，这不是袖套，袖套哪有那么时尚的？你买棒棒嘛，好吗？这样布灵布灵的，好。这个这个是红包厂，你在尖就对了。我的鞋子呢是 New Balance 这双非常经典的990 V2， OK， 我们来猜一下，以这个高度来判断的话，大概是3800，应该再低哦，再低哦。3000差不多。你不能跟我讲大的，你换你。你看他的，我猜三五。我是美制的哦，要不要重新？哦，美制的，美制的哦。那就五千六。OK， 还在猜吗？我觉得应该有，应该7000啦。猜7000。好，公布7800。哦。这双。没双没输没赢，没输没赢，那都喝嘛，最欢乐的结局，都喝嘛，好不好？来，对 ，Boris 来，都喝，没输没赢，都喝。我来，我自己来倒，来调啦。我们这边有很多哎，气泡水准备好了，好不好？那在这么欢乐的一个场景中，我们可以做 ending。今天也非常感谢强带了一些女性的一个非常正面，没有，应该是说独立、自由、开放，然后呢，新时代的女性，好不好？最后呢，我们强也准备了一些礼物要送给我们读者，非常亲密的一些小礼物是什么呢？就是内裤，内裤也是可以的，加白带，黄黄加白带，阿联买了，黄黄
黄黄白白的，黄黄黄布布色啊，上面还要长一些伤。哇哦，哦哇哦，太 detail 了，很惊吓不已，太 detail 了。这个是送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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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敢买就敢送。原味内裤要送，没有，我们要送那个拍立得给我们的读者。好，那我们就要跟邪恶分子观众说拜拜喽。你比较紧张啦，一直从那邪恶分子说拜拜。血糖低啊，血糖低啊，那血比较低。好，我们跟大家说再见喽。好，邪恶分子们，邪恶分子再见。再见，大家关注抢钱的频道。好，今天就要送给大家我的照片，所以呢，对，你画个爱心，翻开的那对，画个爱心，送给你们哦。